I think Monkey Mountain Tea is not just a cup of tea, but also a project life and many people aspire to their hearts. 这块地就太符合我们茶园的一个土壤的选择标准了。它是酸性的，你看它的有机质非常的丰富，但这个土壤非常的松泡啊，茶根的那个养分的吸收也非常的多。吴哥，你觉得今年子效果如何嘛？比前几年好得多，快清明了，我要做一杯与众不同的柠檬银黄呀。明前茶是来自春天的馈赠，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一抹清香。作为新一代的蒙山茶非遗技艺传承人，蒋丹更喜欢传统茶与现代风尚结合的新茶艺。他要将刚采摘的鲜叶制作成带有花香的黄茶。茶农吴发军很想学习这项创新的制茶技艺。你教我，教我一下吧。你不能上手，你先要慢慢看，你先学会闻香。闻它，你看现在是青草味。对，青草味。慢慢慢慢炒。做茶先要练性子。第五年才说准备教我。心里不够谦虚好不好？没有空杯，心里怎么学嘛？在这蒙牛山来中国的北城镇了。多看吧，传统的黄芽做出来是甜香的，我们的黄芽做出来是甜香带花果香，而且喝了之后呢会全身温暖发热。他把这个茶和他心里已经和茶融为一体了，他真正达到了那种茶人的境界。我们只是茶人，那做主茶确实是做到了，做到了。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适合去做一个朴实无华的匠人，然后把一杯茶赋予更高的更美的意境。你传播的是文化，传播是技术。从一片茶叶到一杯好茶需要时间的沉淀，更离不开制茶人对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蒋丹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制茶技艺，让茶叶的香气和内涵得以充分释放。你看啊，我们黄芽的杀青杀得偏嫩，你可以闻一下，而且不能出现任何一点焦点爆点，很香。核心一个点就是说让茶叶慢慢的去发酵，要让它的层次感更加的分明，让它的香气更加的纯正。看似简单的一个焖黄，但是它很考究的一个手艺，焖的这个的时间啊，然后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黄芽最为关键的。三焖三包之后，我们是酿黄、堆黄，然后再炭焙。这样做的茶的好处就是，让茶叶的内涵成分缓慢转化，去掉苦涩味，但同时保留茶的风骨。这样慢慢的，我们要反反复复的烘个三次，所以做黄芽要一个月才能做得好。所以做一款好茶，它需要时间呢。等待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匠人的用心做茶呀。泡一杯散发着花香的茶，仿佛握住了整个春天的温暖与芬芳。蒋丹立志成为一名茶叶设计师，以茶为媒，与人分享茶的知识，分享品茶的乐趣，用制茶人的热情和执着，延续生生不息的茶文化。因为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它是我们西南片区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窗口，各国爱茶人士，大家来了之后，先喝一杯地地道道的蒙顶山茶，感受一下蒙顶山茶的一个香气和滋味，然后再深入的去给他讲一讲的蒙顶山的一些故事与文化，让他沉浸式的能够感受到蒙顶山茶的风味和蒙顶山茶文化的历史底蕴。我觉得蒙顶山茶不仅仅是一杯茶，它是很多人内心向往的一种诗意生活。